场演讲吗？嗯。那个浩浩要去东吴演讲哎、欸。那为什么东吴没有找你？不晓得。要讲娃娃，好猛的感觉。UFO catcher， 应该这个要直的才对，这个横的会看不懂哎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这个是那个新选的，这是台北市的新选的。哎、欸，天哪，天哪，太巧了！你怎么会发现呢、啊？你怎么会发现？我就看到啊。你太巧了吧！你太巧了，你太厉害了吧！哎，好可怕哦！他怎么会注意到啊？太巧了吧！直接打电话给他，然后说我要小花吗？对。哎、欸，不行哎！这个残犬比较可爱、啊。好笨哦，好可爱哦！要讲哪一只？不随便啊。他跟一样夹这只吗？对啊，他是这只，但是我找不到啊。你不要在那边犹豫，你那边犹豫，他等一下又时间又到了。你觉得有机会吗？我觉得你可以继续捞那一只回水，因为那个头好像比较好拿。哎、欸，那我再最后一次。好，再右边一点。啊，来不及了。欸、好像快起来了。欸、他好像可以勾他的那个丝巾。那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时间限制哦，哎、欸，剩一秒了，剩一秒了。时间也太短了，只有9秒的时间。这样不行，他这样勾不到哈、哦。对，勾不到。好吧，那就还是夹他的人好了。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他插进去了！哎、欸，插进去，插进去了！哇，找到了狗狗！刚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有拍到这个奇迹的一刻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我去看一下。